易大师。最近易大师的出场率有点高。能不能抓到这个东西？抓过来打不过，打不死。撤！我天天螳螂，没有啊，我螳螂很少玩了。什么叫又螳螂？我螳螂总共这几天加起来不会超过三五把，对吧？现在不太适合正方形打野。但是我开辟了另外一个螳螂的打法，也很厉害。这个易大师三级之前要被我杀一次，我教你们一个套路，很好用，非常好用，成功率大概在70%。上来先红开，让队友帮你打，要快。一定要快！他咋不帮我引爆一下？不吃大鸟，吃大鸟是吃大鸟的打法，我们吃三狼，吃三狼的打法。吃三狼的时候把他往蓝 buff 这边拉，好，吃个药。吃蓝 buff 的时候把他往这边拉，拉到这个位置，OK， 和谐。现在才2分40秒，当河蟹打完的时候就三级了，而且是满血。这个套路很好用，一血成功率70%。当然我队友已经拿到了，我带这个惩戒，这个时候来红，他要么死要么跑。啊，游戏结束，不要挣扎，没有用的。注意擦个眼，惩戒吸口血，哎，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其实你看啊，伊达斯他血量很少，但是你发现他差一点把我打死，是为什么？是英雄问题，因为伊达斯的冥想在前期太厉害了。但是对不起，一个眼加上一个惩戒 ，Q 他做人。好，我们回家。第一个人头一拿着剑圣就必崩，明白吗？必崩。这波不要抓，这波抓很容易被亚索直接秒掉。亚索有点人的，我们第一件装备先买他一个红尘，再买他一个长剑。OK， 现在野区是我的天下。这个时候，你出来把这组野怪一吃，这组野怪一吃。开始入侵，啊，第二轮入侵开始，这个易大师会被搞得很惨，他不可能打得过，为什么？因为一手长剑 ，Q 他做人。看到一大师了，刚在石头人这个地方，先把这个野怪打了。我们永远比一大师高一级，加上多一个装备，所以他不可能打得过。OK， 直接入侵。当然，这个地方没有野怪，我过去的时候他就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组野怪你吃的时候，他是在这个时间段一般他都会刷新，知道吧？要么他没打，要么他就刷新了第二轮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一大师只能过来就是送死，不过来野区全部吃掉，吃光。
他看到了，应该杀不掉的。野区全部吃光，我们永远比易大师高一级。好，杀掉了。那行，那这波我过来打一手酱油，科比一手，擦一手皮鞋，捡他一手人头，他是肯定死了。六级了，不好说，我得挡他，我得挡他大招，开大就直接把他挡住，很尴尬的。但是我被缓速了，没关系，我下一发 W 丢他做人。虚空突刺，杀鱼拉拉，哟！很好，完美。他以为我虚空突刺又好了，其实并没有，嘿嘿，啊，其实并没有。OK， 我马上溜。当我六的时候，当我红 buff 打完的时候，他的红 buff 也刷了。当然这波我不打红，我这波已经到六了，我直接过去，我把蛤蟆吃完到六，六级入侵，看到易大师，易大师就是跑不掉，而且是那种跑不掉的。他只有五级，他绝对不可能到六啊！我永远比他高一级，掐着这个等级跟他打，掐着野怪刷新时间，直接反崩他。不需要抓人，知道吧？真正的打野高手是不用通过抓人来获取人头的，明白吗？是不用抓人的，是入侵野区，然后用野区的资源来触发战斗，让别人来找你，或者你逮到他，这才是打野的真正奥妙，真正的技巧。这叫什么？肉食性打野，就很凶，专门吃肉。他现在要么让给我，就比如说假设他知道我在这，他不敢过来，他过来没用，他队友过来也没用，不可能抓得到我，我甚至有可能反杀，因为我野区，我螳螂在野区的作战能力可以说是数一数二，而且等级又高，加上一个长剑，把这个小怪打了就行。好，大的不打，浪费吸干。这个时候我给他兵看到了，没关系，就给他看到，没有关系，直接打。好，他的队友来了，看到了吗？啊，没有来，行。这个易大师只有五级，看到吗？他只有五级，他不可能到六的，来就是死。他队友来，我们就牵扯，找机会杀。好，野区全部吃光，易大师直接崩。他趁这个时候打龙，我点个信号，看我队友去不去。伤害爆炸，爆炸，没事，我有走位啊，没关系的，很伤。好，这个时候我的野区就不要去了。当然我看到易大师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好，他吃我野怪，来，你过来，我不能过去，看我队友来不来，来我就不回。不行，我这波不能过去，我过去就被他秒了，阿尔法突袭我就死了。吃我一波大鸟，哎，没用，吃一波大鸟没用。你看我通过入侵把资源全部拿掉，然后再回来，我的资源全部在啊，这是很 OP 的，这个发育是很 OP 的，你会发现我比线上的等级还要高。他，你看他到野区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很伤，这对于打野来讲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职业比赛场上一个职业玩家他的大鸟被吃了他会就崩了，你明白吗？大鸟丢了就崩了，就是这个意思。野区是不能被侵犯的，一旦侵犯资源就会被掠夺，一掠夺别人通过一等的优势就必定压着你打，你还不了手，明白吧？除非你的英雄组合比较强，你可能还能反抗，或者对方失误，如果对方是非常有逻辑的打法，操作又很犀利，那基本上是还不了手的。所以职业比赛场上野区赢基本上就全部赢了，明白吧？上中下都赢了，你胆子大的嘛就没边了哟，你偷我
吐我吐我，你恐怕不知道什么叫。哟，哎，这个东西怎么来了呀？我靠，这个三人他钱不打他搞这个东西，我说实话，他这个行为呢，你看啊，他这个行为看上去啊是很赚的，对不对？入侵了，把我给杀了。其实作为中单是不能这么做的，明白吗？是不能这么做的啊。就是在中单，你在前期的时候，对方的人员都是满血的情况下，你不能入侵去偷。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只要处理得好，你基本上是有来无回，知道吧？不是我这把为什么没有让他们有来无回，是我一个人没办法，明白吧？我没有跟，就是我在说话，没有跟队友形成互动。先平 A 扣他，你看看这个输出高的嘛，都吓人，都把他给吓到了，知道吗？现在我扣一大师就分分钟秒秒钟就把他扣死，哎，我又入侵，对吧？掐着他这个石头人刷新时间，第一波我打的，后面都是我的，我不抓人，我让他们来抓我，打野最高境界啊。现在看到一大师，一大师就是他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他只有开大招跑，而且他稍微跑晚一点都跑不掉，啊！他又入侵我红，看到没有？你看这个，如果我们啊形成一致，双双都得阵亡。当然我的下路崩了，那路人局他队友崩，你没有办法去限制他，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硬打，怎么办？去他的野怪，啊，去吃他的野怪，然后反手阴他一波。没有，我们就吃蓝，啊，他们来抓我，我就跑。哎，就是一手灵动，这个一大师在这里啊，要小心。我们把拉进来，保持满血，往我这跑，他们都死了，双杀。当然小心他的下路，注意不要着急。好，我被看到了。先杀一个，好，情况怎么样？不对，赶快怎么样？撤退啊！这并不是我怂，而是没有办法的。我医好了啊！他们人太多了，知道吧？他下路人太多了，否则二 v 二双杀轻轻松松，我伤害很高的野区小霸王。那时候我们队友崩了，对吧？所以这时候自己要有韧性，不能硬打，要玩蛇皮。要会玩蛇皮。啊，我打鸟吃了。这个塞恩啊，跟着这个一大师会崩得很惨。他们只能通过两个人的这个优势来掠夺我的资源，但我不是，我是通过一个人，啊，所以这个资源就不平衡。他们打着打着就会崩，当然他们其他路的这个劣势太大，补回去了啊，我们的劣势太大，补回去了。你看他塞恩肯定是必崩的，知道吧？因为他没有发育，一直在跟着这个一大师入侵，打不到钱。但我们睿智就很舒服，他不需要刻意的来帮我。我们把这条龙先吃了。好，来，我可以秒杀他。我现在杀一大师就是秒杀，你往我这跑。直接秒，好 ，OK， 吃他一手蛤蟆。我准备回家了，我现在的经济很多，这手装备一补就很恐怖。惩戒留着，因为我要吃他三狼，野怪全部吃掉，不解释。好，这个三又死了，人头归属问题。我得早一点上，不然他要死。
回家。两千三，没拉中就回，啊，拉中就不回。我十一级了，上上把他们秒了，他在这皮，啊，缓速上，算了，瑞兹不太敢上。我先站在这个，往后卡位，让他无法闪现拉我。当然我也有闪，我准备好了。我先站在这个，往后卡位，让他无法闪现拉我。当然我也有闪，我准备好了。回家直接掏出来一把木刃，木刃是螳螂必出的一件装备，因为木刃对于螳螂来讲提升是巨大的。我隐身，再出现。就会有额外伤害，你想想看这多恐怖。而且木刃它还有个效果，就是有一个被动技能叫封锁，只要我被眼发现，我的头上就会亮，那么我在不被敌人发现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角色啊，所以木刃很重要。直接带走，先闪开，不行，这剑圣运气有点好，没死掉，给他跑了，看队友能不能追到他，没关系，我很强，来帮忙，都得死，这几个都得死，我给他们看好相了，我给他们看好面相了，都得死，一个 W 缓速，掏他刷新了技能之后，哎，这个吹风吹到我了，我靠，炸符。十一个人头的 IC， 我们怎么是狗头？价值9599元的 iPhone 苹果 XS， 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吗？准备开中。价值5909元的苹果 XS， 可折现，折现价8500。你们别打，你们这样子搞我，这个就帮不了你们呀。我虽然很强，但是没有强到像。好，立皮，带走，立皮，哎呀，我们拉过去，推塔。哎，这个有狗头在，很轻松。我们保持发育，这个时候赶快发育。他爱妻太肥了，这爱妻我要杀一次。价值5999元的苹果 XS， 321走。啊，太高了！等一下，我没打着，打不了，打不了。这个队友没有什么输出，而且。对方人又多，我的一全部炸掉了，缓速，缓速，隐身。出呀，不敢，哎，这个时候上你就死了呀，别往外冲了，你们这个装备这么差，别往外，别出去打架了，跟着我包 C，
你们在乱搞，我打的这么大优势，他们一波一波的送掉了。前期这么大优势被搞没了，我靠。没事，跟着我神港澳第一螳螂随便翻。来，这个位置给个眼，再偷。你恐怕不知道我输出是多少，你恐怕不知道啊。你以为爆炸输出有木刃随便杀，快跑快跑，我被定倒了，我能跑掉但队友跑不掉，撤，哎，撤回来走，对了，撤回来，没错。别过去，他们没打，你过去干嘛？我这个时候不在，没大招，他们有赛恩顶得住。老德一。这个叫什么？又出去死了，人家也没打龙，你说我不在你开团，缓速没事，扛得住，有我螳螂在，很韧性很足。好，死了一个，马上到，小战锤。淌口水。